我知道了，遵命，我会竭尽全力。 我会带回喜讯。 尽微薄之力。 期待一切顺利。 尽全力。 会带回喜讯。 您今天有何贵干？我有一个好主意。
荣幸之至。出发吧。报告。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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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发吧。报告。都要让您听取我的意见。哎呀，真让人头疼啊！我一定会成功。你要如此解释这一矛盾。学问也很重要。抱歉。
事官云长，你还好吗？初次会面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来得正好，听我说，即刻前往。我还有这个方案。没关系，您有什么事吗？有人通敌了，我还有这个方案。好像有合适的人选啊。可以啊，
可以啊。请听我说。可以啊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可以啊。请听我说。可以啊。我很荣幸。这就是最终的结果。没关系。请听我说。可以啊。报告。真是光荣之至。
放弃也是一种方法吧。您来了。我有一个建议。啊，真令人高兴。我有话要说。可以啊。报告。没关系。报告。
交给我吧。遵命。